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肉肉。我们今天继续来进行我们的物语飘零之森吧。最近的游戏真的实在太多了，不透过这个方式来进行游玩的话，我们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把我们的游戏全部玩完了。好，我们上一次玩到这个地方之后呢，我记得我们好像要开始左上方开始有些会有损血的东西。好，覆盖在泥土地上的草席不自然的向上隆起。好，这里感觉开始已经要开始会出事喽，感觉要出事，会出事喽。这是什么东西？黏糊糊，身体黏糊糊。还给我，还给我！还给你什么东西？你要我还你什么？黏糊糊，身体黏糊糊就要去洗澡啊！我的身体呢？要受伤了！项链上的石头碎了一个。不要身体，不要！不是啊。等一下，还我一条血啊！等一下，这游戏刚开始都不会先教你说什么坏东西不要碰吗？写着没收物的箱子，上个锁打不开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水槽里有着黑色物质，感觉曾经留了些什么东西。是什么啊？好像有什么白色的东西掉在这里。小小的人类的头骨，小小的骨头化成灰消失了。干嘛？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快点过来吧！哎，快！等一下，去！干什么东西？甜臭味变得更浓了，快要不能呼吸了，而且还有很浓，像是腐肉的臭味。即使如此，为什么会让我感到如此的怀念呢？我觉得跟我讲的一样，他小时候一定是就是在这个地方。现在可能想不到可能的数字。他一定是小时候其实在这，然后被洗了一个脑。对，被洗了一个脑之后，然后就是，所以他才会离开。我记得我们上一次好像是这个样。他现在有一个数字盘，我们要想起数字，然后跟那个讲话会死掉，然后进去会有鬼追我。哎呀，要去不有？等一下，我这边没有任何的道具可以使用吗？再讲一次话。现在想不到可能的数字。好，现在这边三条路哦，三条路，然后想不到可能的数字，但进去就是会死啊。怎么办？哦，现在在靠技巧性过关。不行，没有技巧了，没有技巧了，他这样子，不是啊，他碰到我一定会受伤，这样不行吧？等一下，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不自然容器，等一下，不要再跟他讲话，好，要怎么回家？不要身体。不要生！哎，这里有个门。OK。放有缺少眼珠、鼻子、嘴巴零件的人形人偶，人偶的身体写着替身，帮人偶装上脸。好 ，OK。好。收押物啊，找到 ，nice。OK， 我知道了，好，我知道了，还有什么？里面放着一张老旧的纸张，上头有写着像是用血写下来的文字，似乎是用古文写下来的内容的意思，应该是这个样子吧。一家之主所犯下的罪，必须由整个家族进行偿还。小孩将被处刑，或是贩卖至别处。女人得献身为村子尽心尽力，直到成为老人，被村子遗弃为止。然而，牢狱仍在森林深处。被关进去那处牢狱的女人，她所面对的几乎都是男性。从此事所能想到的偿还是多么残酷且无情啊！这种私刑总有一天会带给村子和森林带来灾厄。这里该不会是牢狱？啊！等一下。讨厌这里，给我消失去！什么？等一下，没事，
好好好 ，OK OK， 人偶我们是一定要拿，人偶是一定要拿，然后那个牢狱要死，等一下，我先用骗的，我要先把骗过来，对，骗过来之后，然后再开，打不开就打开，不是啊，我不是有道具吗？道具，我有钥匙啊，一号牢房的钥匙，一号牢房啊，靠北啊，这不是啊，哦，好险 ，OK， 一号牢房 OK。好，这边应该是有三座，左中右，左边的生锈，好 ，OK， 那应该这是转盘，所以一号牢房应该是这间吧？打开，奶修，啊，头骨，眼珠牢牢的卡住，但似乎需要什么来润滑一下才可以取出来？润滑一下，有什么东西可以润滑？洞穴的入口处掉落一把小小木质钥匙，好，这个应该就是那个。应该就是那个刚刚那个房间里面的，深处还有什么？但是手勾不太到。好，没关系。它这个感觉应该是目前看起来是线性的，就是拿到这个解那个，就是它应该没有问题。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先回去用刚刚那个方法把那个人先骗出来，啊干！亏大了！错刀。错刀是可以润滑的吗？好，我们现在剩一命哦。润滑。好，我们先润滑。错刀不行，那错刀可以干嘛？身体不要了，然后这边还有，对，这边就是这样，然后这边进去就有那个花会抓我啊。哎呦，快！啊，完了没了啊！亏大啊！完了，没命了。阅读啊！等下，这我刚读过了啊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木偶替身零件似乎还不够。我知道了啦，我错刀左边的那个门，它已经有点脆弱了，就使用错刀啊，对啊，就应该这样啊，使用错刀切断生锈的牢房锁，错刀已经坏掉，无法使用。干嘛？在令人毛骨悚然的空间中，有无数个不知名的物体在中间蠕动着。这都小朋友啦！陈列着瓶子的药物，瓶子里面装着红黑色不知名的粘稠液体。里面有些像是小骨头的东西，骨灰坛，可是这么黏糊糊，好奇怪。获得了内容物已异化的小骨灰坛，然后嘴巴 ，nice，OK，、okay, 有，我们有了。这里应该都是小孩子的，就是 我觉得算是应该是亡魂。润滑，对啊，我不是小骨灰坛。好，我们先帮他装上嘴巴，先回去帮他装个嘴，帮刚刚那个装个嘴巴。反正我们现在命都耗掉了，也没有关系啊，对不对？替身，先装上脸。等一下，为什么？人偶嘴巴内容物已异化的小骨灰坛啊，对啊，啊我内容物已经异化了，那我不是可以，我内容物已异化啊，已异化就是润滑。等一下，这里会不会跟这有关？没有关系，哇，这根本就是行刑场，真的很夸张啊，好可怕。好，我们再去看一次。因为我是怕碰到中间的人，我就带了。这是小朋友，中间是床啊，这个碰到一定死，这绝对是一定会出事。但是现在目前可接触的范围就是这样子啊，我勾不到啊，需要什么才可以取出来？需要什么？深处好像还有什么勾不到。
哎，等一下，以异化的骨灰坛，不行不行，再跟他讲话我就真的要带了。我现在应该也是出不去，不行。唯一出入口，收押物，我阅读啊，因为我已经看过了。然后这个人偶，先什么都不做。我要先有脸才行，我需要有一些零件，零件还需要一些零件，可是这里我已经没有得探索啦，这里也过不去啊，这里是没有地方的 啊这里就两道门，左右各一道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人偶的鼻子、人偶的嘴巴跟人偶的眼睛嘛，内容物已异化的小骨灰坛啊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合理来讲它已经异化啦。需要什么润滑一下？需要什么？我是不是还有道具没有拿到啊？好，我们先碰一下，死！哎、欸，不啊，不会死，不会死。哦哦，没事没事 ，OK。好，这边是无害的、哦，这边是无害的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会不会他刚刚中间那个小人说不要身体，快还给我，把骨灰坛还给他，黏糊糊的啊，还给我哦哦哦哦哦哦，把小骨灰坛还给他，我的身体，我的身体，瓶子裂开，里面的东西被吸了进去，然后他就会给我一个东西，这样就何痛苦。一起说再见，跟不断重复的噩梦说再见，全部都忘掉，再见，这一定就是西亚瓦塞的吧？哦、oh, ，OK OK， 获得破烂的纸片，上面好像写了什么？六九，零。零五六九啊！等一下，口加儿，如果是简体的话是圆呐、啊，一元两元的圆嘛？不是不是是圆、欸，不是不是一元两元，口加胸零五六九零五六九圆圆。这个是转盘密码，零五六九，一个口在一个耳，是零啊，零五六九，哎不是，零五六九口加圆呢、欸。没有这个数字啊，口加圆，口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一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零五六九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绿是五哦，绿是五红六黄九，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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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哦，对，绿五红六红啊、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样就不对，绿五红，绿五红六黄九零，嗯，绿五红六黄九蓝零，然后这个。八七六六吗？六不是五四四四三，那个也不是三啊！一二一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画六个笔画，不是啊？啊，这什么意思？我看一下，零，蓝色是零，绿色是五，红色是六，黄色是九，然后水蓝色是。这个写下来是他们简体字的幼儿园的园啊，没错吧？哎，可是幼儿园的园好像又有一杠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靠！我要查一下，我要查一下，我查一下，我用手机查一下。
一个口，一个耳，一个口，一个耳。哎，好像没有这个字哎。我看一下啊，圆。查一下简体。哎，不是哎，不是哎，也不是这个样子哎。哎哎，不是，是圆圆区的圆吧？圆。不是圆区，它那个简体就是哎，一个口在一个耳胸。哎，等一下，口跟耳，这怎么可能会是一个数字？不可能啊，国字也没这个数字啊。等一下，难道是我？等一下，我想太多吗？还是它是笔画？一嘛，蓝色是一，一，等一下，绿色一二三四四，然后一二三四，一二一二三四五，五，一二黄二黄二水蓝五黄二水蓝五红红四红四绿绿一。好，不可能这么难吧？不可能吧？我想，蓝色是一笔画嘛，然后红色是四嘛，然后一二三四五，这是五，然后一二二，然后蓝是四吗？不可能吧？蓝是一啊一，然后绿是这四，一二三四四四四四。红绿都是四，红绿都是四。四四一二，一二三四五嘛，五啊，二五一嘛，二五一。不可能，我觉得不可能这么难，不可能。二五一，对啊。不可能，他那个绝对是拼成数字，他绝对是拼成数字，只是。零零五六九零五六九，好，我一个一个试，我直接一个一个试，零五六九零五六九零零五五五六九，然后我刚一不行，零不行，一不行了，那我就二三四，哎，开了。一二三四，哎，一二三四，屁呀、啊，这哪是四啊？最好是等一下。啊靠北，白痴，对，确实是四啊，我是白痴哦。对啦，一个口在一个耳就是四啊。哎，我是白痴哎、欸，看我要笑死。哎，对，就是四，一二三四四。哎天哪，哇天哪，看超级大精华，我要死定了啊！完了完了，我实在太蠢，白痴，看想那么多，它就是四啊。哎，算了。所以啊，没有身体，所以要给我一个石头，拜托拜托，我什么都不会做。给我一个，等一下，他说给我一个身体还是石头？给我一个石头，拜托拜托，我什么都不会做。把项链的石头给他，没有石头可以交给这个孩子。我先看一下你这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去。把项链的石头，没有石头可以交给这个孩子啊！对，因为我刚刚已经死光了嘛。等一下，对，等一下，我现在这样拿到啊？等一下，哎，可是我现在已经没有石头，哎，那我要怎么办？我是不是只能重来啊？我好像只能重来，因为我没有办法。
没有石头可以交给这个孩子了。没有石头可以，哎、欸，对，完了，完了，那不行哎、欸，那我只能重新读档哎、欸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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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来，马上速通，马上速通。等一下啊、哦，等一下啊、哦。等一下，我先想一下，我想一下，最右边那一间是可以先进去的。好 ，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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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Go，Go，Go， 快，哎，上锁打不开，哎，好，我们要先去下面那一间的右边那一间，然后先去一号牢房。好 ，OK，OK， 我们这一次就直接采用高级的做法了。好，我知道你讨厌这里，我知道，我一定要撑到那个时候才行。先这样，打开进去，然后拿，好，拿到木质钥匙。木质钥匙之后就有锉刀，好，这个时候进去我记得还不会有，我们先把这个打开，锉刀拿到之后，这样我们就不用受伤，好，锉刀开这个门，乃书速通 ，OK， 好，进。嘴巴好拿到，然后再把这个还给中间的小朋友，中间的小朋友就会给我密码。小骨灰坛，辛苦了，可以下班了。没错，这就是喜呀哇塞，恭喜你升天了。四，哎，看，真的是看，再看一次，越看越难过，越看越生气。这个怎么看我都想不出来是四，哎，实在太丢脸了，太丢脸啦！我这个影片我不敢放，怎么办？我不敢放、欸，哎，太丢脸，太好笑了，怎么办？真的是怎么办？好，给你，我知道你什么都不会做，给你一个，耶、yeah, ，好痛，好难受，但是没关系，我有了这个就可以回去了。哇！项链上的石头碎了一个，那你有留下什么东西吗？看，没有。哦，弯曲的数，哎、欸，屁啦，所以我根本也不用给他，因为他刚走下来，后面就有数字。看，完全被骗，我啊，算了，我做善事嘛。润滑剂，小型的铁质铲子啊哇！哎、欸，铁质铲子，小型的铁质铲子要挖东西吧？哎、欸，挖！哦 ，nice， 那就进啊，下去啊！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做其他事情啊，我们没有那个润滑相关的。这也是，感觉像是气味散去，空气突然清新起来，啊，变得容易呼吸了。好，容易呼吸。被油浸湿的布掉在地上 ，OK， 湿湿滑滑的感觉要用在可以取出卡住的东西 ，OK， 那就是那个。地上有加工过的蓝色小石头，似乎也打好了能穿到项链上的孔啊，奶叔，赞，可以。看来是出口，是光，从那里感觉能到出去外面。哦，别闪下来！我要先存档，啊！肚子里不论到何时，都一直在一起。因为妈妈好可怜，你也来一起和我一体吧。就算没生下来也行。
好好好 ，OK， 没事没事，我们回到上面应该就不会红。哎、欸，看还是会红，你是打不了了，快来和我一体吧！看真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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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懂吗的？哟，懂吗的？举出来 ，OK OK， 奶叔奶叔，好好好，哎、欸，我没想到他是这么及时的，那这样一定要用风骚走位才行啊！放上替身，替身先使用替身人偶，帮人偶装上所有脸部的零件，然后呢？啊，他就不会攻击我了。叮！一起让我们合为一体，在妈妈的肚子里面。这个应该是那个法师大人的妹妹。我一直在想，说到底是法师大人的妹妹的那个亡魂，还是他妈妈？这我觉得其实也是有可能，会不会是他妈妈来安慰悲伤痛苦的妈妈吧？哦，先生小姐，不好意思耽误你几秒钟的时间，如果影片还合您的胃口的话，希望您能帮我们点个赞，留言给我们一些回馈支持我们，肉肉感谢您。如果这样还不够的话呢，影片旁边的超级感谢点下去，可以让你一生平安又顺遂哦。